嗨，欢迎你们来到十字路教会的晚上聚会。神今天要祝福你，我们现在欢迎你们，不管你在哪里，在哪里听，神会祝福你们。我们在这里要来欢聚，在教会当中，不管你是在客厅、在你的厨房，还是在你的这个卧室，我们祷告神的同在充满你所在的地方。我要对一些人大喊，在我们开始之前，我知道我们现在在隔离当中，我们是有一个不同的形式，但是我们却是一定要聚会的。神祝福你们，这个 Sylvia、Jill、Hannah 和 Emma，对你们来说 Hello，Caleb 和 Wayne，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我们要说hello，对一些朋友，欢迎你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在我们来到神的同在之前，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让神的祝福在这整个的聚会当中，不管你是从哪里在听，神的祝福会进入你所在的地方，不管你是站着还是坐着，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你加入我们，请你也给我们发信息，保持跟我们的联系，在网上给我们发表情符号，真的是要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神。现在我们感谢你的恩高在这个聚会之上。耶稣的名，让你的话语出去，让你的恩高充满整个房间，在这个地方。耶稣的名祷告。是的，主啊，你会来，让每一颗心柔软，每一个思想，还有你会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感谢主，在耶稣的名里面有大能，有医治的大能，有拯救的大能，有释放的大能。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今天一起来聚会，我们一起来享受你的同在，我们来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把荣耀归给主。主啊，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空间，不管我们在哪里，你是我们的尊贵的客人。圣灵，请你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在我们中的每一个。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作为神的教会，甚至我们是在家聚会的，我们也是有聚集的能力。以主耶稣的名义，我们叫祷告，阿门，阿门。神祝福你们，我们现在就来唱一首歌。我们是光的孩子，我们要向前进，在耶稣的同在里面，他的同在和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来敬拜，来唱这首歌。我们是光之子。Children in the wilderness, following the love you poured out for us, covered by the name that we confess, Jesus Savior forever. Roaming through the dark of night, clinging to the word that burns deep inside, eyes fixed on your name, an endless light, Jesus Savior forever. Everything will find its place under your name.
freedom. Set a light to follow in the shadow of your name. The world is yours, and I know everything will find its place under your name. Under
大家好，我希望你们这个礼拜过得不错，有跟神讲话，有跟神祷告，特别是从神那里接受了。阿门，阿门。你知道，对我们中间有些人，我知道对你们来说这个礼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Wayne 和 Kate， Wayne 这个礼拜真的是有一个极大的挑战 ，Kate 也是坚持在那里。我们经常的跟你们保持联系，在信息上面，我们也为你们在祷告，特别是 Wayne， 我们的祷告也和你同在，我们相信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在这个礼拜。还有 Lin， 在上一个礼拜，我们也为你祷告，有一些在你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一直在祷告，就是求神他的美善和恩典在你身上。还有其他人需要祷告的，我也邀请你们 email 给我们，发信息给我们。是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因为我们真的是一直在线上为你们祷告。神有足够的恩典去满足每一个需要，在基督里面。阿门，阿门，阿门。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呢 ？Caleb， 昨天你18岁了，是的，祝福你。你是长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在主里面。我们听见从教会听见说你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也是祝你生日快乐。还有Lin也是星期一刚刚过去，星期一70岁，哇哦，我们祝福你。是的，非常高兴你们大家都在线上聚会，我们也为你祷告。 Rob， 我们的祷告也和你同在，坚持在那里。非常高兴你加入我们在这个线上聚会上。是的，要给我们发你的祷告的祷告的申请。我们也要更多的照片，你们在隔离期间的照片。但是作为教会，我们也要想跟大家一起连结。我们真的是很少有照片发过来，你们是不是在世界中呢？是的，给我们发一些照片吧。还有 Facebook 脸书上的这个链接，我们在教会的主页上放了链接，主日学的链接，还有这个 Christopher 牧师的链接。那他在上面有这个35个信息，每一星期大概30分钟左右关于救赎。在这些的每一个开始呢，这信息的每一个开始都是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神的医治在他的事工当中，在过去的40年当中，在他所办的布道会当中。所以不要错失了去听他的这些见证，一个接一个。还有星期三晚上7点钟是线上的聚会，也是在举行，不要错过。我们要去看今天讲什么，是 Les 牧师，他会之后来讲道。星期三我们会去复习一下今天的讲道，去进入更多的经文当中，让神来去这个喂饱我们的灵，用他的话语。因为人不只是单靠着面包活着，我知道，你也知道。现在还有，我们会一会儿来收取11奉献。不要忘记，现在有一些新的方式，在线上也可以做。我们之前也放了这些细节，是的，这是我们的账户，银行的账户，你都可以也可以用这个 APP Tithely 来用这个十一奉献，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适合你，都可以去用。我们还是一直在就是用这些钱财来去侍奉神。真的，我告诉你，我现在比之前还要忙碌5倍。是的。我们把教会的很多的材料放到网上去。这个礼拜Alex 也去翻译了以前的一篇讲道，我们也上载了有着这个中文翻译的讲道，我们也放到 YouTube 上面。也许我们会放一些这个字幕上去之后。所以在世界上所有讲华语的、讲普通话的华人都可以听和看这些讲道。所以你看，我们准备好来去收取十一奉献吧。这是教会，
我们没有什么错过的。这个十一奉献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去承认他，承认他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的源头，是给我们供应一切所需用的。他使得这个雨水，还是钱财，还是医治，所有这些我们需要的都是从他来的。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家中这个的得到的十分之一来献去给他，承认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为我们供应，他供应我们的每一个需要，根据他的荣耀和丰盛，也在基督耶稣里面，阿门，阿门。所以准备好了来收取十一奉献，这是我们的十一奉献的这个收取袋。现在你们中间的一些人呢，你们也许在 APP 上面，也许你们已经交取了，也许在聚会之后交取，在这个网上还是电脑上还是什么不管是什么，这是给神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喂养神的子民，用神的话语去喂养神的子民，来让人得救，从黑暗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我们在这里是拯救灵魂的，来去喂养这些灵魂。你们都是这其中的一部分，你们都是这个教会的事工的一部分，这叫做教会。哈利路亚，祝福你们，让我们都现在来去交取，也许一会儿你们会交取，但是我们现在来祷告，你们所放入这里面的，来去承认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不只是现在，还有将来。我们来祷告说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了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你在保护我们，你在为我们供应，你在带领我们，你也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只是现在，还有未来。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面前，你在我们的后面，你今天跟我们同在。感谢主，为了这个十一奉献，我们祝福你，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供应者，是我们的源头。感谢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神，以主耶稣的名义，所有的神的子民都说阿们，阿们。那在我结束之前呢，在我结束之前呢，有一件事我要说，非常重要的。昨天是 Anzac Day， 我在我的脸书上也放了这张图片，那非常美妙的一张图片，就是纪念 Anzac Day 的。我们在一起。我要读一下我放在上面的，这是我放在上面的。他说，箴言三章二十七节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所以我们在这里去纪念这么多人为他的国家所做的牺牲，就是昨天25号 Anzac Day，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尊荣和尊敬去献给那些为我们的国家在战争中献出他们生命的人，以免我们忘记。是的，我们给他尊荣，因为在这个国家，这个美丽的国家澳大利亚，我们有自由，是神把你放在这里，是有一个目的的，为着他的目的。我非常的感激，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我从澳大利亚来，所以我也许有偏见吧，我觉得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国家，非常好住在这个地方，我感谢神为此。这是这个 Anzac Day， 所有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在战争中支持的人，我们都给他们他们所应当得的尊荣。那些在战争中去真的是支持这个国家有自由的人，今天我们来纪念他们，为着昨天感谢他们。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吃圣餐的时刻，我们会进入一首歌当中一会儿。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做每一个星期天都做同样的事，因为神说你们要时常来纪念我。这是耶稣说的，对他的门徒们。我们在这里要给他荣耀，给主来通过吃圣餐
进入这个圣餐的时刻，所以我们的思想要真的是集中在这个歌词之上。这首歌非常的美妙，这些歌词非常的美妙，他把尊荣归给我们的主。你听啊，他说美丽的神放下你自己的尊荣，你被差遣出来因着爱，你把我从黑暗中高举，转换到光明中。我们要感谢他，感谢这位主。我们进入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们来尊荣他，我们进入这首歌当中。是的，集中思想，感谢他的恩典。是的，以主耶稣的名。
Alleluia, 赞美神，感谢耶稣，感谢主为了每一件他为我们做的事，感谢哥哥他的十字架，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感谢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谢谢他为我们所做的，在十字架上，在哥哥他山下的十字架上，感谢神。我们来到圣餐的桌前，我们要来纪念主为了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所做的，赞美主。耶稣来拯救了整个世界，他来是为着全世界的人而来的，每一个人，耶稣来拯救他们，用他的珍贵的宝血，我们感谢他。我们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们来读，就是启示录的五章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是的，叫他们归于神。感谢主，用你的宝血买了各族各民。我们要来纪念，如果你在你的家中，大家可以这样子做，就是来分派一个红色的液体，它来代表耶稣所洒下的宝血。圣经上说，没有血就没有罪的赦免，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血，赞美神，通过他的血，他为我们买了救恩，为每一个国、每一个民、每个部落的、每一个种族的、每一个肤色的、全世界的各地的人，耶稣都来拯救他们，不管好人坏人，他的宝血是足够的。赞美神，赞美神，他从天堂来看地下，他看见世界是 一片混乱，人们全都是罪，充满了罪，没有办法靠自己上天堂，罪就是问题。但是神他赐下他的拯救，他的救赎，他是唯一的儿子， 神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这个罪担在自己的肩上。他不是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婴孩，他长大了成为一个男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承受的痛苦和刑罚不是他配的，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我们应该永远的为此来感恩。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证明的是他对你的爱，是的，耶稣爱你，他爱你，如此的爱你，他死在十字架上是来释放你的自由，他让整个世界释放得自由。在2000多年前，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告诉你，在耶稣的宝血里面，今天还是大有能力的，在他的宝血里面有自由。我们做这些的来纪念他，圣经上说要经常的来这样做，来纪念主。我们现在教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在承认主，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给我们的。但是你知道，你必须要在这个时刻要感谢神，因为这些都是免费赐给我们的礼物，救恩是免费赐给我们的。但是你知道，他花了主所有的代价，甚至是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在他呼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说这成了，他说这成了，是的，所有的罪恶和死亡都被他打败了，在第三天他是得胜的复活。你看耶稣他赢得了这场征战，他赢了这场征战，是为了人的灵魂的征战，他已经得胜了，但是这个征战还在继续下去，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在征战，在战争当中，他们在征战当中，耶稣是他们的答案，是自由的答案，完全的自由的答案。是的，十字架是医治的，是为了解决医治的问题的。耶稣多么奇妙伟大的一位救主，你能够感谢他吗？你能够在这个时候来感恩吗？记得，记得，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救。我要读一个这个旧的赞美诗。
And this is a wonderful, 这是非常美妙的一首赞美诗，赞美神，赞美神，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他说，有什么可以洗净我的罪？没有，除了耶稣的宝血。什么可以让我得完整？没有，只有耶稣的宝血。是的，这个宝血的流多么的珍贵，让我像雪一样白。没有什么可以洗净我，只有耶稣的宝血。让耶稣的宝血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大有能力的，让他的恩典现在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吃和喝的时候，我们有饼干，有一个杯，我们做这些来纪念他。但是让我们来尊荣我们的主和救主。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祷告，我们感谢神，你已经赢得了这场征战，为了人们的救恩在永恒当中。我感谢主，你是我们的得胜，你是我们的救恩的源头。你没有只是丢弃我们，你来拯救了我们。天堂的救赎的计划被打开，这个救赎的计划被你打开，感谢神。甚至在今天，这你的宝血里面还是大有能力的，在耶稣的名上面是有大有能力的，来拯救，来医治，来释放。感谢主耶稣，你所做的一切在十字架上。感谢主，我们来尊荣你，不只是在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余生当中都是来尊荣你，因为你为我们而死，这样我们可以活着为你而活。耶稣，你是一切，对我们来说，感谢你，从我们的心底，让我们永远的来感激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付了这个代价，用你的宝血。感谢耶稣，让我们来吃和喝，以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赞美神，赞美主，感谢主。这是圣餐，我们刚刚庆祝了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感谢他，从我们的心底再一次，我们这样做被他充满，去感谢神是谁，他为我们所做的，他如此的爱我们，他如此的爱我们。是的，他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神祝福你，记得神爱你，如此的爱你。祝福神，哈利路亚，多么美妙的一首歌。那么我们在一起来赞美敬拜神也是非常好的，在星期天的早上，还有更好的方式来开始一周吗？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也从他那里来接受。我们现在来到神的话语之前，允许神对我们的心做见证，使得我们里面有增长，使得我们有一个对的焦点，也给我们在这个礼拜有一个对的一个目的。我们都需要作为基督徒一起来聚集在他的恩典，他的大能之下，听见圣灵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有一颗开放的心，我们来到话语的面前，今天早上来学习进入神的话语，就是继续我们上次的主题，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坚实的基础，使得我们可以增长，可以成长，成为神让我们所成为的，是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为我们每一个人。赞美神。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一节，这是信心之书，里面都是信心的男人和女人，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第三节就是我们的关键性经文，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的，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多么有大有能力的一段经文，神在之间，神在 这句话之中间，我们也想他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当中。那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信心在说话，信心在说话。我们要我们的信心来说话，在我们的这方面，我们来祷告，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主。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你大有能力的话语，你写下来的，在2000多年前、通过使徒保罗，我们相信他是被你所受益的，是你的话语写在纸上，我们今天可以来接受，来投资在我们的心中，通过圣灵你的见证，我们来寻求你。如果我们有一颗开放的心，求你恩膏这里的话语，他从纸上跃然而出，使得变成我们里面所需要的真正的真理，使得我们里面有增长有成长，我们变成更多的像你所造我们所要的样式。所有的荣耀归给你，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都说阿们。 Amen and Amen Amen. Well, God, this is speaking about God literally spoke creation into existence by faith in His spoken word. 因为他的说出的话语，通过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被神的话语所造的。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1:1，他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喜欢这节。起初，你喜欢吗？就这么三个词。起初，也许是四个词。起初，神创造，就告诉你是谁写的，是谁创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完美的天地，完美的一个环境。但是第二节创世纪告诉我们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真的没有时间去仔细的讲这段，但是他告诉我们，那第一节第二节之间有和撒旦的一个战争，那他已经来败坏了当时的天地，当时的世界。那神必须要去摧毁所有的就是用洪水，当然不是挪亚的洪水，这是在亚当之前时期的洪水。那这是一个叫做空隙时代，我们没有时间今天去讲这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教导。那第一节，神创造天地本来是完美的。第二节，结果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第三节我们看见说，神重新的建造天地，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活的人。第三节他说神说这是他怎么可以开始建立天和地的。神说要有光，然后呢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阿们，赞美主。我喜欢这个声音。这个被造物都他都遵循神。神说话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继续又说，第一节是的，要有这个神说这个要有水，地面上有水就有水。神只要说，然后这个被造物就遵守。我想大家看，再看希伯来书的第三节，在放大版本、放大圣经的版本，我们讲到被造物，它如何被造出来，在第三节，这个放大版本它说，通过信心，我们明白世界被造出来，它的秩序
the word 是被神的目的所 话语所造出来的，所以它不是借着所见之事造出来的，就是世界是被建造出来、是被 按照秩序摆放整齐，是因为不是因为显然的事情，借着显然的事情。你要知道当时是没有圣经的，没有人、神就是这样创造。神的话语就是他讲出的宣告的话语，他说就是这样，神这样说就是这样发生，祝福神。那我要今天在讲的这个点呢，神创造世界是他想要的世界，通过他说出口的话语。我再次说，因为我要大家、把这些话放在心里，神创造的这个世界是他想要的，是通过他说出的话。我们被按照他的形象造出来，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周围的环境，通过我们说出的话语，非常有意思。我们也可以来创造我们所活的、所存在的环境，通过我们的宣告，通过我们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我们开始创造我们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能力，通过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明白，我们真的有能力通过我们说的话、来塑造我们所活的世界。我和你、我有这个能力来去塑造我所处的环境，你也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有能力的一句话。在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话语可以带来生命，或者我们的话语可以带来死亡。我们可以说出生命、祝福、和平、喜乐，或者我们可以说死亡，可以说、捆绑，可以说怀疑，可以说毁坏。所以舌头的权柄非常有能力在、信徒的生命中，特别是说到我们作为、信徒在今天早上。所以呢，我们可以塑造我们周围的世界，在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语当中，不只是我们口中说出的话，因为什么出我们的口，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什么，是我们脑子里想什么，是我们的、动机，是我们在默想的。所以这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这个我们口中说出的话其实是我们心里所想的事情的结果，是我们所默想的结果。我们口中的这个承认，经文中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因为耶稣说，是的，一个好的人他的心里是财宝，是宝藏，他就说出好的话。一个坏人他心里所思所想都是恶，他说出都是恶的言语。所以这个心中的财富就是、口中所说出的，这是、这个圣经上说的。所以我们的口中所说出的是我们生命的结果，我们生命是什么组成的、耶稣甚至是说，通过我们的话语我们会被、审判，我们 会被审判。是的，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小心我们嘴中说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是、这个信心是说话的，当然信心会说话、不信也会说话，恐惧会说话、这个捆绑会说话，这些都会。生命的权势，我们说生命说喜乐，还是死的权势，我们说疑惑，说、这个缺乏，说捆绑，是对于神给你的祝福是完全相反的，相敌对的。所以我们自己决定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未来，通过我们口中所说出的话。阿门，哈利路亚。甚至是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里面，通过我们的话语，我们可以去、建造别人，也可以去拆毁别人，
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语、生命的话语带到人生命中，也可以把这个毁坏带到人的生命中。因为一个人的口中的话，他口中所说出的话，他们如何过他们的日子，就告诉你他生命的基础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是在说生命的基础，所以一个人口中说出的话语就宣告我们所处的基础。如果我们曾经讲过说，如果我们是把基础放在神的真理这个磐石之上的，是神的基础、神的原则，那我们口中所宣告的就是神要我们说的话。我们就不会说负面的话，我们就不会说这个疾病和贫穷和缺乏。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一个沙滩之上的这种基础上，也许是情感呢、也许是感觉呀、也许是我们当时要什么，那我们的这个口中说出的话就完全的不同，因为我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所以非常有意思。所以当有一些境遇来到我们面前，当疾病敲我们的门，当压力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是什么决定我们里面是什么呢？也许很简单，当这个太阳很美好、很灿烂，所有事情都很美好、都顺利的时候，那赞美神啊，祝福神，什么都很好。那我们的星期天的衣服穿上，我们好像像基督徒一样。但是当星期一，当地狱来敲你的门，还祝福神吗？还哈利路亚来赞美神吗？是的，这是在信心里面增长的机会来到了，我们可以去说神的话语。在这个境遇当中，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个样子，对我来说什么都不会好，没有东西是顺的。你的基础去决定了是什么从你的口中发出。阿们。那我读了一句话，在这个，因为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读了一句话，信心呢不是根据感觉。我们知道，那这个保罗也告诉我们，要行走在信心当中，不是根据所看见的事情，不是根据情感，神说过的话。是根据神说过的话，不是根据其他什么东西。那这句话就是，信心不是根据感觉，因为它会给你不确定性，真的是这样。也许这个一分钟之前你的感觉非常好，那后面一分钟感觉非常糟糕，你就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信心不是根据感觉，它会给你带来不确定性。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坚实的基础上，它是被启示在圣徒的心中。哈利路亚，我们大喊在圣徒的面前。信心是神的话语的实底，是神所给你的，是一个恩赐给信徒们。如果你的心是开放的，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不只是去相信神给我们的话，还要去信靠他，知道神是为我们的，事情会发生的，因为神说过它会发生。阿们。那再放大版本，在放大版本，这个第一也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证据，在你里面有这个证据，但是在物质界还没发生。他继续是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哇、我知道今天也许有点教导性，但是感谢神，我们有教导，我们需要神的教导。它是一个确据，是里面的确据。我们知道它已经发生了，在你的心中，甚至在物质界还没有发生出来，在这个在自然界没有发生出来，但是在你的心中已经发生了。我知道 Christopher 牧师的告诉我们过的一个见证，就是今年早期的时候，就是一个女人，她带了一个孩子，男孩子到她面前去，牧师为她祷告，用好多的方式给她祷告。
告。今天早上我没时间去继续讲，那给他浇上油啊，按手啊，做了好多的这个方式，不管有什么可能的方式，他都做了在他身上，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告诉这个女人回家，要去说医治的话语在他的儿子身上，说儿子，如果人子，如果神的仆人说你会被医治，那么他就会被医治。那也许是两天之后吧，然后这个有一个电话打到 Christopher 牧师那里，这个女人说，牧师怎么办？牧师说怎么回事？那女生说没有什么发生。然后牧师说，那你就一直跟他传讲神的话，一直在他身上宣告神的医治，要去宣告他，宣告在这个孩子身上宣告神的医治。那再过一天再打电话，那他好像是可以走几步了，他就一直这样做。再下一天呢，他又可以走两步了。那么慢慢的，渐渐的，他可以走很多。结果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开始绕着房子去跑。但是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他已经放弃了，也许神不会，没有兴趣医治他，也许神不会医治他。那你的基础是什么呢？那这个牧师呢，就来去鼓励他，要站在这个神的话语的坚实的基础之上，要对着这个孩子宣告神的医治。然后这个生命就进入这个孩子的生命中，他就医治就来到他面前。那现在这个孩子也是超过40岁了，他有孩子，有自己的家庭，赞美神。我们的信心是真的是可以有作用的，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很快，那最后几分钟，希望我们很快的讲过去。那这个耶稣他自己的生命中，耶稣有一个时候他对着众人讲道，结束之后呢，他们就坐在船上要到另一边去。那这个神也当时是让他们过海去医治那个被鬼附的人，但是他们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那然后有风暴来了，就是风暴就到船上，门徒们就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在马可福音4:38-40，耶稣在船尾上，他就是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就叫醒了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管吗？”他们吓死了。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他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地就平静了。大大的平静了，风就止住，大大平静了。那这个门徒们就特别害怕，他们所说的都是恐惧的话，就说：“夫子啊，我们要丧命了。”他们看见的全是我们所看见的全是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口中说出的话也是负面的，也是疑惑，也是不相信，也是恐惧害怕。然后呢，耶稣就回答说，我想大家看见耶稣如何对他们来回应的，他做了什么。那第39节，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他说什么？他说，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说出的是信心的话语，那这些门徒们说出的是恐惧的话语。你看见这两个基础是什么吗？所以当境遇来到我们的面前，当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发生，我们的基础才能够让我们在风暴中可以站得住。是的，所以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可以宣告信心的话语。当我们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
在启示录中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所见证的道就是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语，神的原则。也许不是说一节一节的圣经，但是是神的原则，神的话是活在我们里面的神的话语。我们说出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境遇当中，使得改变发生，不管是今天发生还是一个礼拜之后。当我们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时候，他会发生的，就是像神所预定的那样。在以赛亚书中说，神的话语不会突然返回的，而是要成就他所说出的，他所成就的，他所预定的。因为耶利米书也是这样说，他神在看顾他自己的话语，要成就他出来。阿们。所以耶稣说出的是信心的话，而门徒们说的是恐惧的话。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的信心呢？所以再一次，他们让这个境遇，让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来去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到一个程度，他们的周围全是恐惧的环境，他们的这个口中说出的话也是恐惧。最后他们到了海的那一边，那耶稣也去赶鬼，那一会儿我们就结束，他们再回来。我想大家看另外一个例子，这是在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反应，这些门徒都很恐惧，也许我们自己也是不会比他们好到哪里去，也许我们也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事迹中来学习，从他们的经历中来学习。当这些事情来到我们面前，不要让我们的境遇来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而是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放在境遇之上，让神的话语说得更响亮，在超过我们的境遇。这是我要做的，你呢？那第二天他们回来，又渡到海的这边，然后大家都聚集来。And the leader of the local synagogue, Jairus, comes up and throws himself at the feet of Jesus, says, Master, my daughter is at near death. 然后有一个人就来求耶稣说，一求你医治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快要死了，你一说话她就好。耶稣就说好，他们就去。And they were heading to the ruler. 那在这个会堂那里，他为这个管会堂的人的女儿来祷告。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然后还有一个女人，她有血漏的问题。那她是当时是不允许可以在这个人群中的。她在那里，她在人群中，很多人听见，她也听见耶稣在做的一切。所以她的里面的信心就升起，她就在那个人群中。And it says.经文中说，他在耶稣的后面，他想要耶稣摸他。在这个马可福音的五章二十八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马可福音的五章二十八节。马可福音五章二十八节，他说：“我只是摸他的衣裳，我就必痊愈。”我们可以看见吗？这个女人自己说的。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服，我就会痊愈。”阿门，哈利路亚，阿门。那在希伯来书中，他说：“这个说是一遍一遍一遍重复的说的意思。”那他重复的说：“如果我只摸他的衣服，我就必痊愈；如果我摸他的衣服，就必痊愈；如果我摸他的衣服，我就必痊愈。”这是他的宣告，他在宣告，宣告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宣告，因为信心在说话，他在宣告他的信心。如果我只是摸他的衣裳，我就必痊愈，我就跟他有一个联系。他知道，只要摸耶稣的衣服，摸耶稣的手，他都不需要耶稣为他祷告。他知道在他里面的直觉，他的里面的这个信心来告诉他，就是这样相信，他就这样做了。那在第二十九节又说，立刻他血漏的源头就干了，他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哦，太好了，他被医治了。
你知道他一碰耶稣的衣服立刻立刻耶稣就说谁碰我谁摸我因为他知道从他身上有能力出去了然后门徒们就说什么意思啊大家都在挤你整个人群都在挤你都在磨蹭都在碰你耶稣说不有人碰我了因为有人碰我因为他用信心来碰我有能力出去了耶稣知道因为他身上有能力出去了这个女人知道自己在身上自己所存的事就恐惧战惊、在33节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哇哦阿们赞美神在34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女儿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他给他的信心以声音结果神就回答他的信心当信心说话神都会来回答来回应因为他会要尊荣自己的话语他要看顾自己的话语、绝不突然返回在救恩里面也是一样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口中我们要说出来它就会发生如果我们的口中承认耶稣是主心中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得救我们、心里面就是有信心有这个我们就会有医治神需要他的话语需要被宣告出来信心需要被宣告出来所以天堂才能回应你的祷告祝福神哈利路亚信心会说话所以我们、在结束之前要记得我们的宣告我们口中的宣告是神信心的话语它可以来塑造我们周围的环境在创世纪每一次他说神说神说每一节都说神说神说阿们神在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在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宣告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身边的环境是我们所过的这个日子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来保护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不应该在里面的东西都不应该在里面都不会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问自己当我们结束之前我们的这个见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见证的、源头是什么样子的是我们的基础是、磐石是耶稣的话语是我们口中说出的话吗还是我们是把基础建在沙地之上的、我们就是胡说八道就是讲一些没信心的话要讲一些废话、这个负面的话之类的你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口中所说出的话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建造神的真理之上我们需要神把这个基础在我们里面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再建立自己的环境去建造自己的环境是的就是得胜的话语大能的话语祝福的话语一个、医治的平安的话语有这个确信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神是在我们的旁边的无论发生什么知道神在我们的旁边、这个我们也可以把生命把这个恩典带到别人的生命中来帮助他们塑造他们的环境因为神的大能在他们身上通过我们来给他们做见证我们变成神的器皿是的神的大能从我们里面流出去就像一条河一样流到别人的世界中也去触碰其他人的生命这是神要为每一个人预备的有的时候也许只是一句话也许是、为医治祷告也许是把人带到救恩面前也许是用、给别人祷告受圣灵洗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要打开自己让神来使用我们但是我们首先需要让信心来说话在我们生命中、这个信心要说出话语呢我们必须要从里面建造从里面建造我们的信心让神在我们里面做一个伟大的工作在这个礼拜当我们继续的这样做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平安有一个稳定、
不是只是为自己来站立得稳，而且为别人。我们来祷告。父啊，我如此的感谢你，你给我们的这个比喻，通过这些经文，这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去学习。感谢主，你活出了这个信心，你给我们设了榜样，如何去活，如何去说话，如何去面对各种境遇。是的，甚至是这些门徒在他们的负面当中，这也告诉我们他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可以来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中，所以可以把好的拿走也从不对的负面中来得到教训。感谢神，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抓住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在这个礼拜让我们来成为真理的寻求者，去寻求神，追寻神。信心是会说出他的话，不是恐惧，他给我们一个确信，你是在看顾我们的那一位，你在保护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这个礼拜你的供应，你的带领你的指导在我们面前，以主耶稣的名义我们这样祷告，阿们，阿们。那你们也受到祝福彼此的要去联络是的彼此的联络，彼此的联系，然后可以分享也许一起学圣经，一起祷告，直到下一次星期三我们晚上7点再次的线上聚会，继续在神的恩典中流淌。神祝福你们，下次再见。